叫众神仙在天庭那里聚会开例会啊。咁啊，主持人咧就系边个啊？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咧就喺度问啦：，喂，咁耐都未见啊，千手观音有冇佢消息啊？嗱，下边一人就答佢：，哦，佢仲未洗完手啊。咁啊，玉帝咧就再问啦：，咁四面佛，咁啊四面佛去啊，去咗边咧？咁啊，跟住咧，就有人答佢：，哦，佢唔够罩啊。阿玉帝再问咯。嗱，咁啊，二郎神佢又去边啊？哦，佢揾唔到啲嘢遮住第三隻眼啊！佢揾唔到嗰个保护镜、保护罩遮住第三隻眼啊！因为啲人戴眼罩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遮好两隻，遮唔到第三隻喎。咁啊，跟住再问喎，咁啊，玉帝咧就甚为不悦，即系高兴啦吓，就讲啦，咁仲有边个未嚟啊？下边啲人话：，啊，关公咧。面红红，啲人以为佢发烧，自我隔离咗啊！唐三藏咧就走咗去西，就系取西经，所以入唔到境啊！玉帝再问：咁点解何仙姑啊、铁拐李嗰啲啊，嗰啲条友仔仲未蒲头咧？哦，啲人就答佢：八仙咧，因为多过四个人聚集，俾人哋拉咗。最后啊，玉帝啊，无可奈何，佢话：，唉，咁啊，宣布休会至少十四日啦，另行通知。玉帝最后问：，咦，咁啊，玉皇嗰边嗰个情况点啊？众神仙就答佢：，哦，只有佢仍然未封关啫。咁成个笑话真系咁啦。咁啊，唔知大家听完觉唔觉得好笑？我觉得几好笑。全部都用了神仙来做笑话，大家开心一下，轻松一下，因应刚才讲的笑话。